爱美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割肉非整形外科医院的市长，现在请市长跟大家打一下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割肉非整形外科孙海英市长。嗯，孙市长您好。你好。今天呢，依旧是大家对院长比较好奇的一天。然后呢，大家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院长呢，是不是有一些在大学进行客座教授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什么 seminar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家鲁凤仪院长他就是经常去做 seminar 或者是去讲座。他讲座的话呢，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鼻子的一个讲座，还有一个是埋线提升，就是抗衰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这个衰老项目的话呢，是全世界最关注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埋线面部埋线提升美容术这个书是院长五六年前出版的一个书，然后这个是中文版的。我看他写北京大学。是的是的是的，医学出版社。然后这个是中文版的，还有一些日本版还有英文版的，各个国家都有就是翻译然后出版。对，所以说这些书是在国内进行那个大家给看吗？还是大家会给看，在韩国大学用这个韩国医疗大学用这个埋线提升的这个教科书去做讲座。哦，那这些书是完全针对于比如是说医生医学生之类的去进行出版的一本书。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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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在中国也是在医科大学用这个去教。这个太牛了。对对对，院长平时那除了出这样的书也会去参加很多很多很多，他每年都会有十几次这样子去参加 seminar 这样的一些活动。去国外吗？在韩国也有，在国外，在中国也有。在中国的话，他一般都是去教学生们去怎么样去做手术啊，或者是怎么实操类的。对对对对对。好的。对这个院长越来越感兴趣了。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可以，是的。欢迎大家过来。好的好的，谢谢市长。